近年来，科学家发现过往鲜少被讨论的蛋壳膜拥有益于蛋白与蛋黄的营养成分，可以调整关节舒适度与灵活度，也能让肌肤光亮有弹性，可说是 all in one 的天然养护原料。相关保健品风靡欧美日韩，台湾也有业者特别引进日本百年食品厂所生产的蛋壳膜 EM300， 制造过程天然温和，无使用任何化学溶剂，无添加其他成分，100%保留蛋壳膜中精华的营养成分。弊社の卵殻膜素材 EM パウダー300は、そして独自技術により製造されたきめ細かい粉末であることも特徴の一つです。多くの機能性成分も含まれています。美容関連の科学的データを有する成分であるシステインの未了体シスチンが多く含まれています。またグルコサミンやエラスチン、ヒアルロン酸など多くの機能性成分も含まれています。弊社の研究から EM パウダー300は体内に吸収され、利用される割合が 80% を超えることが報告されています。美容訴求の商品に幅広くご活用いただいています。现代人因为不正常的饮食、生活习惯与老化，如果是长期外出拜访的奔走上班族，常常暴露在艳阳下的外出族群，营养不均衡的外食族，经常使用膝盖的运动健身族，爬高走低开始吃力的中高乐龄族群，都很适合补充蛋壳膜保健食品。我们公司是国内最早使用日本蛋壳膜 EM300 的工厂。日本蛋壳膜品质好，粉质细致，好应用，更具备健康机能性。这么优质的日本蛋壳膜是许多客户开发美肌保健品和蛋素关节保健品的指定首选。将新鲜鸡蛋泡在食用醋当中，经过7天，蛋壳都溶解，但蛋壳膜依然完好如初，可见蛋壳膜的养分很难分解与吸收。但日本蛋壳膜 EM300 利用独特制程，证明天然制成的蛋壳膜拥有卓越的生物利用率，能确实被人体吸收利用，让多种营养素能够期待对皮肤美容、关节有保护作用。因为我们的客户正在寻找开发这个关节保健的食品，所以呢，我们就特别找到了这一支人体好吸收的蛋壳膜 EM300。日本制造，这是一家百年的一个公司，它又有科学的研究背书，让我们的客户非常的安心。蛋壳膜当中的营养素与弹性肌肤相同，研究发现能促进青春胶原、第三型胶原蛋白的增生与抑制酪氨酸酶的作用，提供亮白、弹润和抵御紫外线的能力，并且蛋壳膜当中的多种营养素与关节软骨和滑液组成相同，经由科学实验证实，在短时间内改善灵活力效果，超越葡萄糖胺和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经常呢，有很多长辈到药局来询问关节保健的产品，那最常问我呢，就是里面有什么成分，我要吃多久，还有其他的药物，那有没有效等等。目前市面上的产品五花八门，对成分没有100%的了解。现在来自于日本蛋壳膜 EM300 用20年的历史了，然后天然来源又有科学的背书，让我可以非常自信专业的来回答所有的问题。最开心的是看到很多长辈越来越灵活，越来越健康。蛋壳膜可说是上天的恩赐，日本百年食品厂秉持着职人精神，投身超过20年的研究，透过生产专家坚守品质与成分，和科学家持续专精研究，提供消费者沉浸安心高品质的日本蛋壳膜 EM300， 来守护各位肌肤和关节的健康。